那又做了一道的大虾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黄金凤尾虾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食物是最好的情书，不会甜言蜜语的就多多动手吧。腌制的调料很简单，都在屏幕上，相信你家都有。抓匀腌制10分钟。炸虾好不好吃，炸衣很重要，按顺序裹上面粉、鸡蛋液、面包糠，油温600热，炸个3分钟就可以出锅啦。外表酥脆，内里 Q 弹的黄金凤尾虾就做好啦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